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一题每日一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南开大学书法研究生导师田运章先生继续为我们分析和讲述有关书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田先生，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您曾经跟我们说过哈，您多次想去登门拜访一下周汝昌老先生，但是总是由于种种原因，阴差阳错的未能成行，这一点让您非常非常的遗憾。不过我知道啊，您最终还是见到了周汝昌先生。因为我在咱们北方网的节目当中呢，也见到过您和周老面对面的在探讨书法。不能说是探讨，应该是求教，是吧？那我想这个前后一定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故事，您是不是给我们讲讲今天？没有什么好听的故事，只能说是有些使我这个深受教诲的一些个一个过程。就在欧闿真公蒋彦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法界乃至一些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个反响啊，大家开始呢这个注意到周老在书法上方面的这些真知灼见啊，我呢也总想能见到周老，当面求教，就说您谈谈我讲的有哪些个错误，写的有哪些问题，再给我指正一下吧，有这种愿望。但是每每听到周老身体情况不敢去打搅，心里总有这种想法。比如说周老去年90岁的生日时候，我就跟他的亲戚，就是跟我半师半友的那个叫学生吧，我就跟他提，我说周老90花旦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去拜贺一下，但是最后没有一个答复。我后来才想到，就是周老自己并不愿兴师动众的搞什么这个大的庆典活动啊，这就是这个人平生淡泊，他不希望张扬，因此呢我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到了去年的这个初冬的时候，我接到周老的公子周建林先生的一封邀请函，就是说周老很愿意跟你谈一谈书法，而且其中谈到就说周老现在已经深居简出，不经常接待客人，所以呢还是愿意跟你面对面的谈一谈书法。您听到这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非常振奋啊！我说当然可以，我只是怕周老年事已高，身体精力能不能达得到？我去了添的麻烦太多，因为我要提的问题也那个很多，因为我真有一点这个求学若渴的这种饥渴心情吧，但是说时间不要太长，1个小时差不多吧。就是这样，南开大学派车把我送到了北京朝阳区周老的家里。我到那时候呢，已经是上午的10点来钟了。我也临去时候想了一些个题目，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去向周老请教。但是我当见到周老的时候，这题目都忘了，都想不起来了。怎么回事呢？我看到周老那种精神矍铄，那种去了之后这个对我的那种热情，一下子把要想说的词儿也都忘了。我再看到他屋里那种景况，我就想到这么一代宗师居住的那个环境，就是接待我的那间屋子，我想最多有15平米大小，而这15平米大的一间小房子里边，半间屋子都是书，在他的身后基本上都是书啊，这个各类的，因为这周老师学贯中西，知道他的英文水平相当的好，对，是吧？他可以用英文直接授课，后边的中西的一些名著和他自己出版的那些个著作，我粗略看了，还有很多法帖关于书法论述的一些东西都在身后，而且我估计在我去之前，可能这个他的儿女们帮着收拾了收拾一下，就是这样的话，还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太多了。他怎么回事呢？这个爱看书的人呢，他这个书房里头不会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他一会儿拿这个书，一会儿翻那个书，对。有时候拿回去拿出来之后就忘了放在原处，有时候就扔的东一张西一张，有时候上午想看这个，下午想看这一本，所以这个屋里永远是乱七八糟的。我那个书房虽然不能跟这个周老相比之下，我也经常用猪圈来形容我的书房。我说进到我的书房里就是个猪圈，乱七八糟啊。周老那屋子可能是收拾了一下，但是仍然看到后边的书啊堆积成山。于是我想到过去一副古联，叫书比青山常乱叠啊，下一句呢没什么作用，但是是个配句。如果从那方面写的话，那就成了主句，就是书比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始相思。这上一句对周老来讲就是这样，真是书比青山，但是我们见到这点书可能是不足它的1/10或者是1%，它一定还有更多的藏书的地方。那么周老呢，就在这个乱书堆当中，这么一个半躺半坐的沙发，周老坐在那里，去见到我面之后，就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的，就说我们终于见面了。就高兴。然后坐下来之后，不等我提问题，周老就开始了他的长篇发言。看来想跟我说的话很多很多。其实周老可能也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能早一天见到您。我觉得主要是他把我已经视为知己啊，认为我是一个懂书法的人。不管我真懂假懂，在周老的心目当中认为我懂书法。所以就一请即诉，把想要说的话，就像这个绝了口的这个河堤一样，就往外这么流。甭等我谈问题了，提什么问题，周老的要说的话都是我想听的啊。他滔滔不断的讲下来，我几乎中间很少愿意打断周老的话，我就听他说下去。你说什么我都觉得是法儒，我都在学习。那么周老讲了很长时间的话，一直到1个半小时过去了，还在滔滔不断的讲。他的儿女们，包括我在内和我的随行人员，没有办法了，就站起来劝阻老先生：“你身体呀，该休息一下，应该是最宝贵的。”在太高兴之余啊，恐怕你说话太多之后，这个劳神费神，所以休息一下吧。就这样的话，周老还又讲了1、2个问题，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大家把周老劝阻啊，是这样。他整个的讲话我们不必详细说了，大家看一看网站上有这个有这个节目，大家看一看。我觉得中心的一个思想就说周老那种热爱书法，把它视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问题来认识它，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艺术。他把它从文化高度上就来概括书法。比如说，他说我当初学洋文，我们现在经常说外文啊，他们还是那个老话说洋文，是吧？周老当初是燕京大学嘛，是吧？所以在那儿毕业学洋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周老说我学洋文的目的主要是想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你看这个起点就不一样。现在有人学了这个外文之后，目的是想着想出国呀，或者是这个将来这个和西方沟通，这个挣钱呐，发财啊，想的是这些东西，做生意等等。周老就是想通过学习洋文来宣传中国的文化，其中谈到宣传书法。他在国外曾经用英文讲书法课。他讲的这时候老先生很激动，他说我讲了这么多之后，下边人给我一个什么评价呢？满听不懂，你说的书法是什么他根本听不懂。他最后给我一句的评价，就是你的英文说的很好啊。周老师使我就是感到很失望。那么我现在理解就是说，我们的书法对外无关怎么宣传，你要想让西方人真正的理解了书法是很不容易的。必须推广汉文化，我们只有汉文化能推广出去，书法才能随着这个推而广之。所以周老谈到这点时候也是深有感触的。但周老对于书法那个爱，那个理解之深，爱之深，对我就是莫大的教育，然后又谈到欧阳询书法在书法史上占有的位置和我们必须学好欧体字那种重要性，就讲了很多很多，我们在这里就不一再介绍。但是真的是我回来的路上，这一路上我迷迷糊糊回来的。为什么呢？我这路上光是想他的这个说的这些话，哪些话需要我必须记住的，我呢平常呢还不愿意这个随时拿笔记录下来什么的。我自己从小就有这么一点自信啊，就是总觉得我记住了比笔记下来我随时得看还要好，我拿脑子就深深的记。你想到什么程度？我们说这个公里的话，天津到北京120公里。但是如果把城市里边的路，和咱们北京天津市车进入城市里边的路都加在一起，少不过150公里。那就说按话里说就是300里嘛。因此我脑子就形成了一些个诗句。当时就是想到的两句就是归程300里，一路沐春风。就是听周老讲课如沐春风这又如醍醐灌顶，有这种感受。所以回来以后呢，不巧的是我岳父呢病重。病重之后我在那段时间又出访香港。所以后来到我岳父病故就到年底。这个天津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家里老人故去之后当年不给亲友们拜年，对，恐怕给带来晦气，这是一种这个迷信风俗吧。因为周老是天津人，我又不愿意再给他去拜年，当然直接到他家去更是骚扰。我呢又不愿意说在春节期间不问候周老，所以这个矛盾心情让我迟疑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正月13，这夜里睡不好觉。就是不问候下周老春节，而且91岁高龄，觉得实在是失礼。你问候吧，一旦知道我家里的岳父我们都视为生身父母，那就恐怕有见怪，或家里认为有见怪的地方。所以由于到转过天正月14，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过了正月15了，我一定要问候一下周老。于是呢就写了一首五律诗，叫做五律诗吧，实际上就是一首打油诗。我当时这首打油诗呢，这真是冥思苦所。因为给周老写诗的话，你知道周老是比诗词大家，对诗词的赏析和他自己写诗简直就是咱们平时这个拿筷子吃饭这么简单，一张嘴就是一首诗，用不了想。所以我通过周老那个作诗那个速度之快，我就想到当年说曹子建七步成章，马上就说出来。我开始认为不可思议，现在我知道他们真的就这么快，一张嘴就来。所以可是对于我来讲却搜索枯肠，冥思苦所，又恐怕用错了韵，恐怕平仄不对，该哪句拗，该哪句顺，是怎么来反复的调整。这就是第一是因为是给周老写诗，这种诚惶诚恐可以想象。第二，本人的诗词水平就不高，又想着呢这个让周老呢提提意见呢，从这方面更多增长一点知识，是从这个愿望出发。另外，周老在这之前看过我写的诗，他的儿子呢，周公子周建林也给我发来短信，说我父亲看到你写的诗，就听他念诵一遍，然后就点头说好，说好。我觉得这都是鼓励吧。跟周老诗词相比之下，我往下面说你就知道了，根本不能说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不必把它夸张到这么严重，但是不可相提并论是肯定的。我当时写这首诗呢，我现在把它抄录一下，就是五律，40个字，我们用行书写一下，大家看一下啊。头一句羔羊睡正浓，第二句是俗客扰周公，绝顶常青树，因为周老满头白发了，但是它是一棵常青树，我们把它的头发称为雪顶，雪顶常青树。童心不作翁，法书乱西县，词汇起于蒙。最后一句说归程300里，一路沐春风。这么一首这个就把它姑且称作五律吧，就用短信给周老发过去了。但是呢，周老师平时不会携带手机的，这些时髦的东西他不会有的。他的儿子周建林先生接到了我这封短信，给我回信说，我马上就到我父亲家去，给老人念给他听。几乎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我估计他也就是刚到周老家，因为他跟周老没有住在一起，中间有段路程。短信回来了，很快。周老贺诗一首。我当时真是惊讶，也就是当时他念给周老了，周老马上就贺诗一首。真的，我是这个感到这个吃惊。吃惊的是，诗写的那么好，而且布着你的韵来贺诗，速度之快，你想我等水平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周老偌大的年纪，思路还是这么敏捷，是我们民族文化之幸。我就从这个高度去认识。这个当时我就给抄录下来，这就是当时这个短信当基本是原文。我也抄录下来，现在我简单给念给大家听一下。这都是周老的话。他说：“己丑上元佳节，喜获村文书家贺诗贺春家具。他说就是刚刚收到我的这个实验室拜年信嘛，啊，他说喜获呢村文是我的字，老人呢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对人尊重的时候不称字，称村文，村文是我的字，不直接称韵章，以是个尊重的意思。哦，在过去的文人当中都是称对方的字，自称的时候不能称字，称对方的时候不能称名，所以说喜获村文书家贺春家具，推许过当，认为我对他的尊重有过，这是谦虚的口气嘛。深知愧憾，无以为报，不运奉酬，而比例不待原唱远矣。这都是客气话，说我呀，无以为报，你对我的这种这个尊重，我只能用贺诗的方法来表示回敬。哎，但是我贺诗的这个作品，远不及你的原唱原来的作品。原诗叫唱，贺诗呢叫贺作吧，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是客气话，后边就开始说了，豪健莫光浓，这都是压着我去写的那个诗书那个后边那个韵，跟这走的。豪健莫光浓，评书九品工，突压怀旧岁，化物探汪翁。既是谦虚，又是说明自己过去的笔墨艰辛，爱好书法，认为自己爱好一辈子并没有多高的成就，实际上他是个书林大隐。他不以书法名士，实际上在书法上非常之好啊。咱们天津的朋友，应该有这个地利之便。天津市文化街，到天市文化街那个地方有周老写的一个牌匾，叫大龙舟。好，我们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啊。大龙舟，我大概学一点皮毛。周老当时可能是基本是这么一个形状的，大龙舟横写的，非常之好啊，真好！我看完之后真是望尘莫及，写的真好。这个后边呢啊，它还有四句。好，我们再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啊。说豪健莫光浓，评书九品工，突压怀旧岁，就是自己啊，涂鸦就是说学习书法，是这个认为自己写的不好，一般称涂鸦。往往最后，比如说给谁写了一篇字，说，比如我给你写了，我说韵章涂鸦，就是把这个一张纸啊涂成黑乌鸦，现在就是瞎涂乱抹的意思，是谦虚词啊。化物探盲翁，自称盲翁，就是眼睛现在看不见了啊。孤水方家在，又在鼓励我。就表扬我，孤水是天津的别称啊。孤水方家在，虽珠破夜明，哎，这种鼓励我真的是受之有愧啊。然后他说绿庚真不朽，说欧阳询，又归到欧阳询。他说欧阳询的书法永垂不朽，正脉属高峰。谈到书法的正脉，高峰应该是欧阳询，还是老先生把这个话作为主题来讲。啊，最后又说自愧不足以报雅怀呀，哎，孤鹭之以博一餐，用这种非常简洁的语言道出了老先生平生热爱书法的这种这个永不熄灭的一种这个求知精神。因此我们有时候常常尊重老先生们。一方面他们走一个我们就少一等台阶。对。我这样说，我不知道网友朋友们是不是能理解我的心意，就是敬重老先生们，就是他们这代人走一个，你的书法的这个台阶就矮了一蹬，就像宝塔一样，就失落一层。不是说我们现在青出于蓝胜于蓝，是这个后浪这个追前浪，书法现在不是这种状况。这是在低谷时期，像周老他们幼年有通功，一直终生不辍的这么临习书法的人，他们走一个就是我们书法界的重大损失。应该我这样说，就是对老前辈们这种尊重。我们在下集将谈到周老在书法方面的一些个论述上的真知灼见，我想大家一定会听完之后深受教益。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一字。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留字，这个留就是停留的留，留住的留。我们先用规范字的楷书演示一遍。这是规范的一个写法。实际上呢，上面是一个卯字头，下面是一个田啊。但是在碑帖上啊，我们所见到的古碑帖这样写的比较少，有，但是相对少一点。在古碑帖当中常见的是怎么写呢？我们来演示一下。先说一下欧阳询他是怎么写呢？欧阳询这样写，也有很多的碑帖都是这样写啊。实际上就是把上面这个卯字啊，又进一步强化，让它看来越来越清楚，上面是个卯字。这是一种最常见的碑帖写法。还有呢，这样写比较少见。但是有的，这样写的也有。还有一个非常普遍，就上面写两个口字，下面写一个田，这在碑帖当中也常见。这几种写法在碑帖当中都见到过。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留字的一个结体上和点画上的要求向大家说一下。先说欧阳询的这种写法，跟其他写法大同小异，都是上宽下窄，上边写成一个扇面形，下边田字也写成一个扇面形，就是上宽下窄。但是写它的时候呢，要注意一条，就是说虽然都是扇面形，但是上端的这个卯字相对的更宽一点，下面田字略窄一点，但是这个差异不要太大，又不可以上下一样的宽，又不可以宽窄悬殊太大。如果把上面这个卯字头写得太大，下面田字写得太窄，这个字就失调。我们再演示一下。请注意，这是欧阳询的这种写法。你注意看呢，上面是这个宽度，下边是这个宽度，这就可以了。如果差距太大便不可以，或者上下写的一样宽窄都是不对的啊。这当中呢也稍稍有点间距上的要求，注意看这个地方到这儿，这是相等的，但这个地方略宽一点，下方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到这儿稍稍略窄一点啊，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以表示上边呢松弛一点，下边呢写的紧凑一点。如果上边直接按我们现在常见的右边写个刀字，那么刀字的这个挑钩就要挑得到位，要把它写好。再看一遍，这变成一个点儿，右方转过来到这儿，看7:1。好的，我们下面看一看这个刘字的行书写法。行书一般的都写两个口字，下面写一个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写比较简洁。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写，注意哪一点呢？在行书当中有些夸张，这个上边呢宽到这种程度了，下边窄了，在楷书这样就过了。在行书上有一个行书上的特点，那就是说把楷书的那个结构的特点进行适度的夸张。注意我这句话是适度的夸张。哎，比如说我们曾经举过例子说，比如说而且，这在楷书当中呢，这个儿字是宽的一个字形，哎，比较宽扁，大家看是这样。且字呢，它应该是相对细长，所以你看完之后体型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宽，一个比较长。由于有这么一个特点，到了行书当中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进一步夸张了，夸张到这种程度。嗯，还好看，实际上呢，他已经扁到这种程度了，这个长的到了这种程度了，他进行夸张。哎，本着这个特点，比如说也字，本来也字最后的这个楷书当中的这个钩，它是比较长的，到了这个行书阶段的时候，它可能变得还长，它可能扁到这种程度来了，那就是夸张。所以这个刘字也是在行书当中夸张了一些，但这个重心应该放在下边。别看它是比较窄小，但是重心是在田字上。再看这刘字，这样，还有的呢，上面直接写3点，这个行书当中就这样写。注意它这个田字的这个笔顺，注意一下，楷书是这样，注意中间1、2这样封口，行书常常见到的是这样，写一竖，再写一横。似乎写起来比较便捷一点。再看看最后介绍的这种行书写法，它是这样的，1、2、3，看竖下来封口啊。但是最常见的还是跟大家说，这样写的很好，写两个口。而在这个前边的这个楷书当中呢，我觉得这样写也可以，但是最好写成上面是个毛字头，更讲究一点。好，我们最后来看一看这个字草书的写法。草书呢虽然也有几种写法，但是大体上最常见的重点向大家介绍的是这种写法，两个点儿，一二下来，注意是这样，这就是田字的草书写法。这样转过来，甚至在里边好像是打了一个叉似的，是为了笔顺上走起来非常的顺捷。上边一般的只做两个点儿，一，这个手腕手指都要灵活。如果你不极度的熟练、高度的熟练，你这个旋转起来没有这么轻盈。但只轻盈没有力量、没有重量，这字就太漂浮了。所以我们在写字当中总是谈到阴阳这两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书家就强调阳，阳刚之美呀、啊，哎，其实他不知道这个阳刚之美呀、啊、太多了，阳胜于阴，就显得燥。如果阴多了，阴柔之美太多了，阳刚之气太少了，显着这种字就媚弱。所以呀、啊，这个阴阳，大家读过易经的都知道，关键是这个阴阳这两个问题一定弄清楚了。你看那个太极图，它就是阴阳各自一半，所以写字的时候阳刚之气太足了，显得燥热；阴柔之美太多了，显得虚弱。因此在这个阴阳问题上一定弄清楚了。像这个流字，如果你浮光掠影的只是这样写，就显得太轻浮了。熟练嘛，熟练；美嘛，也很美，但是显得过于羸弱。应该是这种字写出来之后要有力度在里滚起来，让这个手啊，这个劲头在里边起到的摩擦的这个力量，感觉到啊，这个有分量。在有分量的前提之下，就要感到它有一种非常的美，这种美好，也就是在唐代、近代时期经常说到的这个媚字。现在我们一提到这个媚字，多用在贬义上，实际上铁画阴沟解释的时候，就是解释到这个媚字叫做刚如铁画，媚若银钩。